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今天我们有几个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吧。首先，我们要谈谈香港的局势。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民主运动的镇压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许多外国企业纷纷撤离这座曾经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 特别是美国公司，过去十年中有三分之一已经将总部迁出香港，而且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通过，这种趋势可能会加速。接下来，让我们转向美国，谈谈特朗普。这位前总统在历史上可能是面临最多官司的美国总统了。从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到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特朗普似乎总是能成为新闻头条的焦点。 不过，特朗普本人似乎并不太担心这些官司，他正在全力以赴参加下任总统大选。他的律师团队也在动用一切法律手段推迟庭审，真是一场持久战啊！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汽车市场。小米公司将正式上市其电动汽车产品。这家与手机起家的公司，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蓝图到量产的跨越。这次上市的新产品。 小米 H 七是一款高端跑车，将直面保时捷和特斯拉等高端车企的挑战。这标志着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又一大进步，也展示了中国企业在汽车领域的野心和创新能力。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新闻概述，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第二十三条，进一步削弱香港金融地位。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冠疫情，镇压民主运动。 和中美贸易摩擦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香港曾被视为连接西方和中国的主要门户，但现在许多投资者认为，要将香港与专制的中国大陆区分开来越来越难。这一困境引发外国企业纷纷从这座曾经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撤离。根据香港人口普查和统计部门的数据，自二零一九年以来， 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全球公司数量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四。据《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美国公司的数据更为明显，在过去十年中，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已将总部迁出香港。那些留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在过去四年里裁员将近三分之一。第二十三条可能加剧企业外迁潮。在中国于二零二零年对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立法会周二（三月二十日）。 进行三读之后，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完成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维权组织称，这条法律几乎会消灭所有意见。国安法已经使长达一年的民主抗议活动被彻底镇压，数百名活动人士被捕，独立媒体机构被关闭。第二十三条被视为让针对反香港政府和反中共政权的个人、公司和民间团体的打击变得更加容易。 许多外国投资者也同样忧心忡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格雷戈里梅 （Gregory May） 最近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警告说，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一些美国公司目前在访问香港时使用一次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他说，香港正在逐渐走向大陆的那种互联网审查制度。美国国务院最近警告说，新法将对国家机密和外部干涉采用宽泛而模糊的定义。 这可能会被用来压制任何批评者，政治打压损害经济自由。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中心高级研究员米切尔 Matt Mitchell 告诉德国之声，如果你试图限制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你就会对法治和经济自由产生溢出效应。去年，弗雷泽研究所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在年度人类自由度指数排名中，将香港排在一百六十五个司法管辖区的第四十六位。在所有被研究的地区中，香港的排名下降了十七位，是除军政府统治的缅甸之外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米切尔警告说，下降到四十六位还没有反映全部情况，因为它包含了二零二一年的数据，当时由于疫情，每个国家都限制了一些自由。 他认为，在定于九月公布的二零二四年指数中，香港的排名很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在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香港也跌至第二位。自该排名创立以来，香港一直位居榜首，但这次输给了新加坡。新加坡这个热带城市国家一直自我标榜为亚洲瑞士。根据彭博资讯的数据，目前约有四千二百家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了地区总部。 而香港只有一千三百三十六家。在台湾前途、乌克兰战争和贸易摩擦等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持续紧张，企业需要与中国保持距离，这通常会促使他们做出迁出香港的决定。最近，华盛顿限制中国企业采购用于人工智能 （AI） 平台的高端芯片，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新加坡受益于美国有商外包政策。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 （Steven Roach） 表示，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城市同时受益于美国最近的有商外包政策。美国的供应链越来越优先考虑被视为盟友的国家。罗奇最近在《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华盛顿的政策转变给香港的亚洲盟友带来了压力，迫使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罗奇的文章标题为：“我很痛苦地说，香港玩完了。” 特别提到了香港股市目前乏善可陈的表现，在中港两地引发了广泛的恐慌。恒生指数目前报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三点，比两千零一十八年的历史最高点低了约百分之五十，与一九九七年香港被殖民统治者英国交还给中共政权时的水平差不多。相比之下，许多美股近几个月大幅反弹，创出新高。除股票外，香港金融业依然强劲。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邓希伟告诉德国之声：“如果你看一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五大支柱，除了股市，其他四大支柱——债券市场、保险业、资产管理和银行业——都在不断改善。”邓希伟引用了他自己的研究，表明香港正迎来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净流入，并表示香港的法律体系和中国不同，仍然非常独立、透明和公平。 香港扮演为中国企业服务的新角色。邓希伟预测，香港将继续成为通往中国的门户，但更多的是为其他亚洲国家和中东地区服务。他坚持认为，说香港已经玩完，说香港不再充满活力，不再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重要，为时尚早。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北京选择了自己的有商外包模式。 因此，香港对于在国际上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总部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姆斯 （Mark Williams） 告诉德国之声，香港正在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转变为中国企业的离岸中心。他说，过去香港曾与其他全球金融中心争夺中国业务，但中国企业对在伦敦或纽约上市持谨慎态度。 而香港是唯一能够为这些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免受地缘政治压力的全球金融中心。作者 Nick Martin。这些年特朗普吃过的官司，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中文网。除了特朗普之外，美国所有已故或者在任总统遭到起诉的罪名总数累计也不到特朗普一个人的一半。在总共九十一桩官司中，特朗普已经输掉了三桩民事官司。 需要支付数千万美元的赔偿金。不过，特朗普本人似乎并不太担心这些官司，正在全力以赴参加下任总统大选。他的律师团队正动用一切法律手段推迟一场又一场庭审。只要他能成功再次入主白宫，就能动用总统豁免权。特朗普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二零二一年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案，这是特朗普面临的最重的一桩官司。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Jack Smith 在华盛顿特区法院向特朗普提出了四桩指控，起诉他阴谋煽动暴乱并试图干扰选举。如果此项罪成，特朗普将面临几十年的刑期。本案的庭审本应在三月十八日开始，但是案件已经被提升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后者首先需要厘清当时仍未卸任的特朗普是否享有总统豁免权。 然而，特朗普在其四年任期内总共任命了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拥有九名大法官，采取终身任命制，因此保守派力量如今在最高法院牢牢把持着多数席。而且，为避免干扰大选之嫌，最高法院不太可能在选战的白热化阶段做出裁决。佐治亚州干扰大选案，在佐治亚州，特朗普被指控试图非法干扰大选。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他在该州比拜登少了一点二万票。在初步计票结果公布后，他打电话向佐治亚州选举主任施压，要求他找到缺失的选票。这段电话录音后来被公布，引发轩然大波。假如此案罪成，特朗普也将遭到多年监禁。检察官威利斯· Fanny Willis 建议此案在八月开始庭审。 不过，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却抓住了这位检察官的私生活把柄，他正在和此案的另一名检察官谈恋爱，后者被指控薪水过高，而且邀请威利斯一同进行豪华度假旅游。特朗普方面因此要求予以撤换。就在一星期前，法院驳回了撤回威利斯的诉求，却同意将其男友撤出此案。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则不依不挠，坚持上诉，要求撤换威利斯。 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二零二二年，佛罗里达州警方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私人住所搜查出了国家机密文件，其中甚至包括涉及核武器以及军事紧急预案的文档。美国法律严格禁止在私人住所保存此类文件。起诉书集中于卸任总统特朗普不顾有关方面的再三要求，拒绝将这些机密文件归还政府。特朗普还被指控阻碍警方调查此案。 他的属下已被指使试图从监控摄像机中删除不利证据。此案原定于五月二十日开庭审理，不过主审法官卡农 （Allen Cannon） 却怀疑是否能如期开庭。卡农本人也充满争议，他在二零二零年被特朗普任命为佛罗里达南部地区法官，并且此后在多起程序性裁决中做出了有利特朗普的决定。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则试图引用在任总统豁免权来推翻此案。艳星封口费案，二零一六年总统大选前夕，特朗普已向色情影星丹尼尔斯 （Stormy Daniels） 支付了约合十三万欧元的封口费，以换取后者不再声称和特朗普曾发生过性关系。此案所涉的并非封口费本身，而是封口费引发的记假账嫌疑。 特朗普因此被指控犯有伪造商业文件罪。本案原定在三月底开审，但是近期突然又出现了上万页的新证据，因此法庭需要延后三十天开庭，以便能够梳理这些新证据。特朗普的律师团队还趁机要求召开听证会，调查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天来制作相关文件。此外，特朗普律师团队还要求彻底终结此案，价值五亿的已输官司。 多如牛毛的官司中，特朗普已经输掉了三桩民事案。就在今年二月，纽约州法庭判决特朗普需要为经济欺诈以及骗取优惠贷款行为支付四点五亿美元的罚金。在另一桩官司中，他被判需要向美国作家卡罗尔 （E. Jean Carroll） 支付九千万美元的赔偿。特朗普被判强奸了卡罗尔，还因指责后者为骗子而被判毁坏名誉罪。 不过，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并没有认输，对这三桩官司都提出了上诉。作者：Thomas Lachan。解码中国文外汉搅局汽车市场。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中文网三月二十八日，小米将正式上市其电动汽车产品。这家营业额逾十亿欧元的中国企业，仅花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实现了电动汽车从蓝图到量产的跨越。 与主打中低端市场的比亚迪等其他中国车企不同，这次上市的新产品小米小米小米七是一款高端跑车。德国保时捷、美国特斯拉等高端车企将直面挑战。按照小米的说法，SU7 电动汽车只需要二点八秒就能静止加速到时速幺零零公里，该车的最高时速更可达二六五公里，堪比高铁。一次充电的最大续航里程达到八零零公里。 追平甚至超越了传统燃油车型。S U 七计划售价3.3万欧元，与特斯拉三型车相当。德国豪华跑车厂商保时捷的电动车产品 t a k e n 的售价则为 S U 七的三倍。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去年年底表示，S U 七电动汽车的目标就是媲美保时捷和特斯拉，打造汽车工业新时代的梦想之车，为中国汽车工业全面崛起而奋斗。半路出家。 中国早已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众多厂商争先恐后的推出新产品。和其他国家不同，生产电动汽车的中国企业往往并非根正苗红的汽车厂商，而是半路出家。比如小米就是十多年前以手机起步，随后涉猎智能家电市场，试水电动车市场的还有通信设备巨头华为。其实早在二零一零年，美国手机厂商苹果就宣布计划造车。 不过，就在上个月，在累计投入一百亿美元后，苹果宣布放弃造车计划，牢牢掌控产业链。中国是全球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汽车市场。二零二三年，德国车企大概有十三的全球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外国车企近年来受到中国厂商越来越大的挑战。咨询公司毕马威的分析师迪彭塞芬 （Bernie e n s f i n 指出。 中国车企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锂电池产业链。中国引领着锂电池的全球产业链，不论是从产量还是产业创新能力，亦或销量来看，中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都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名。所以，中国厂商现在具有主导地位。这位汽车产业专家警告说，德国汽车产业的处境相当不妙。 德国供应商不论在原材料供应还是在电池制造领域都不具备优势。在不久前的瑞士日内瓦国际车展上，德国车企没能展出任何电动汽车，中国厂商却无处不在。他们争相呈现对于汽车的全新理解。汽车内的娱乐屏幕能播放各类影音节目，驾驶者还能得到智能提示：下一个绿灯还有几秒会转成红灯。至于按摩座椅，几乎就是标配。 争夺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厂商似乎把电动汽车做成了安装有四个轮子的娱乐电子产品，而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对于中国车企而言，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比动力总成、悬挂系统重要得多。而且，中国汽车产业还有着为整个中国工业界争夺全球领先地位的雄心。小米创始人雷军说：“未来的汽车产业将制造先进互联的智能空间。” 另一家中国电动汽车厂商蔚来则认为，电动汽车应该是安装了四个轮子的客厅。曾在德国车企奥迪供职多年、后职多年、后职多年,职多年部长的汽车专家万刚，在二零二三年德国慕尼黑国际车展上还提出，电动汽车的电池可以作为智能电网的储能设备，平衡风电、光电的功率波动。关键词：智能。刚刚卸任的奥迪中国前总裁温泽月转发，J. 主 r a n w e r 说。 未来汽车产业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它涵盖了智能汽车产品、智能生产流程、智能基础设施，全过程都有人工智能的参与。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我们在处理并使用数据时，必须更加开放。不过和其他国家企业相比，中国车企似乎不太在乎个人数据保护问题。大量采集的用户数据，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算法。 后者被业界视为未来产业的核心。温泽月指出，人工智能将为人类的进步和福祉做出贡献。我们必须迅捷、开放、灵敏，但是也必须对数据流通和处理做出规范。二零一八年，德国和中国政府就自动驾驶技术签署了一份共同意向声明，双方均同意在自动驾驶技术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为数据采集、传输和网络安全制定不含歧视的多边规范。 中国数据难以被总公司获取，不过现实却不如想象般的美好。据欧盟委员会披露，许多欧洲企业都抱怨其在华分公司采集的工业数据难以为准，不所使用。根据中国的谢情法规，外国投资者必须将他们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因此不得不脱离公司总部的数据中心单独运营。任何数据向境外传输，必须得到中国官方机构的审批。 欧盟方面认为，中国的现行数据安全法规已经对欧企在华运营构成了阻碍。德国政府也留意到了这个问题。德国交通与数字化部长维辛 （Folk w i s z i n g 去年在参加德中政府磋商会议时，将着重提出了这一点。目前，欧中双方仍在就信息与通信技术共同工业规范展开谈判。解码中国是德国之声的一个系列节目。 从德国和欧洲的角度，对中国在当前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论点进行批判性解读。作者：当远。普京的权力游戏，俄罗斯转向亚洲。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中文网。普京已经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随着再次胜选，七十一岁的普京将第五次就任俄罗斯总统。 他的胜选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俄罗斯已不存在反对派，媒体也完全在其掌控之中。但在第五次任期开始之际，普京面临着二零二二年入侵乌克兰引发的重大挑战给与西方日益恶化的关系。与西方决裂，俄乌战争持续的越久，俄罗斯与西方的决裂就越发没有回旋余地。在普京的新任期内，俄罗斯将更加重视与东方国家的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俄罗斯专家梅农 r o g e r m a n o n 对德国之声表示：“只要战争持续，即使乌克兰战败，我认为西方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不会有人说，好吧，现在战争过去了，我们必须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梅农确信，俄罗斯与西方破裂的关系让普京别无选择，只能投向印度和中国的怀抱。莫迪与习近平靠拢。 今年初，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在电话中互相祝愿对方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好运。印度将在四月和五月选出新议会。据克里姆林宫称，双方都有意进一步加强互利的双边关系。入侵乌克兰后，普京还深化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当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时，俄罗斯为准备销往欧洲的石油另寻买家。 其半数的石油出口至中国，2022年和2023年流向印度的出口份额也增加了四成。俄罗斯需要中国远胜中国需要俄罗斯。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俄双边贸易额在2023年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远超过去年双边会议上设定的2000亿美元目标。2020年，俄罗斯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二零二三年则跃升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中俄关系研究学者齐加戴夫 （Alexey g a d e v 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是近邻，贸易额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样不正常的增长速度令人担忧。齐加戴夫指出，俄罗斯需要中国的程度远胜于中国需要俄罗斯。没有中国，俄罗斯经济将面临严峻危机；没有俄罗斯，中国会面临危机。 但不是大危机，他解释称，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九成是石油和天然气。然而，如果中国继续朝向绿色经济转型，对这些化石燃料的需求将越来越少。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世界其他国家一直密切关注中俄关系，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向莫斯科抛出了一条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救生索。俄罗斯问题专家梅农认为。 普京当前最大的挑战是要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依赖。环顾你的家里，你不会找到在俄罗斯生产的物品，或许会有中国或美国或德国产品。这已经说明许多问题。我相信普京意识到他必须改变这种情况。走钢索的印度，印度与俄罗斯关系中，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毫不掩饰的购买廉价的俄罗斯原油。 俄罗斯也是印度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之一。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数据，过去二十年间，印度过去二十年间总额达六百亿美元的武器采购中，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来自俄罗斯。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正慢慢将目光转向西方。新德里形势极为谨慎，以免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中国。 因为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更密切的关系，可能给印度带来负面影响。梅农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表示，两国之间若爆发战争，将使俄罗斯陷入困境，他将被迫在两方中选边站。梅农认为，如果中印发生这样的冲突，莫斯科很可能会做出有利于北京的决定，或者尽可能推迟做出决定。中国能为俄罗斯提供的要比印度多得多。 俄罗斯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梅农认为，无论对象是中国或印度，普京都很有可能加深与东方国家的关系。齐加代夫则指出，俄罗斯的文化、宗教和历史与欧洲的联结更紧密。齐加代夫表示，俄罗斯既不认为自己完全属于西方，也不认为自己处于与中国和印度的三角关系中。他描述俄罗斯的自我形象认同：“我们不是欧洲。” 我们不是西方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是东方的一部分，我们是中心。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